三一天一遛狗，第三天轮包人金属旋。一千一遛狗，第三天，今天是轮包人和金属旋啊，情况比较特殊，那边有放羊的，那边有放羊的，所以我不敢把他俩撒开，啊，让他俩连起就行了。完了，今天没有带老三样出来啊，因为金属旋这个母狗太尿性，出来刚从笼子里出来就把法老摩擦了，然后出门口的时候又把法老摩擦了。哎，坚决不带他了。这俩点儿有点背啊，不能把你俩撒开玩。旋来坐，看金属旋，金属旋的坐，金属旋的脑门上，你看好几道疤。哎，我靠，好几道疤，能看到吧？哎，这都是在笼子里跟轮包人 battle 掰的啊。你说你一个母狗，你老是挑衅公狗，你不没事找事是吧？轮包人都知道啊，轮包人是欧罗宝配路米伦的儿子啊，金属旋是米罗鼠配开罗金的女儿，然后论辈分呢，哎呦，这是他姨啊，这是他姨，这样拴着，这样两个狗特别逗啊，他跑不远你，这样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就是不能把他俩撒开玩玩球。万一他看到那边的羊，他过去给干死个羊，我靠，不太合适了啊！人过来，这个挂着绳，这狗它抬不起头来，它走路不太好看啊，它老是低着头，一伸么就拽着。这个母狗个头比较大啊，个头能有肩高得有60了。母狗训过啊，但是我不太会弄。旋，来坐，好，定不住，老马哥会定，我不会定他。你看，哎，一下弄一起了。你这要是有些笨狗的话就缠上边了啊，麻犬好在不笨。我带了那个玩球的那个枪也没法玩。妈的，放羊的老头蹲那不走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啊，第三天。